肯，肯，快起来了，我们说好今天一起去超市的。哎呀，现在人多，我们一会儿再去。哼，就知道睡觉，看我的。肯，地震了，地震了。那就让我安详地躺在床上吧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只能出大招了。哎呀，不好了不好了，我掉进粪坑里了。那倒没有，我只是把你半年没洗的鞋拿了出来而已。芭比，我这就起来，咱们去超市吧。肯，前面的蔬菜看起来好新鲜呢，我们先去买点蔬菜吧。好了，肯，我们再去前面买些水果吧。嗯，走吧。肯，你想吃什么水果啊？来点葡萄，还有菠萝吧。嗯，好的。好了，肯，我们再去买些牛奶和洗衣液吧。走吧。肯，你知道哪里有卖洗衣液的吗？嗯，我知道，走，我带你去。芭比，就在前面呢，你去拿吧。好的，我看见了。好了，肯，你还有什么要买的东西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可要去结账了。没有了，芭比，走吧，我们去结账。阿姨，我想要一块橡皮。好的，小朋友，5块钱一块。好的，阿姨，给您钱，谢谢阿姨，再见。老师今天罚我们写10个带动物的成语，每个要写50遍，我的手都要抽筋了。哎，不说了，我得快点写了，我还想早点回家看动画片呢。安琪拉，你写的太慢了，你看我都快写一半了。你怎么写那么快呀？你要等等我。哎呀，写错了。哎，我的橡皮呢？我的橡皮找不到了。卤蛋，把你的橡皮借我用一下呗。我的橡皮可是刚买的，只卖不借，2块钱一块，你要吗？啥啥啥？只卖不借，你还卖2块钱？你刚刚明明是1块钱买的，卤蛋，你也太坑了吧！你就说买还是不买吧，不买就算喽。你，卤蛋，你好吧好吧，给你2块钱。好嘞，给你橡皮，卤蛋，算你狠，嘿嘿嘿，赚了1块钱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也写错了。安琪拉，安琪拉，你把橡皮借我用一下吧。哈哈哈，卤蛋，你也有今天。我的橡皮也是只卖不借哦，3块钱一个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好好好，给你3块钱。哎，卤蛋，你写到哪儿了？我还有一点就写完了。你呢？你写了多少了？啊，你怎么写这么快？不行，我也要快点写呀！加油加油，我要快点写呀！完了完了，我又写错了。那个，我刚才想了想，咱们两个是好朋友，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？来来来，3块钱还给你，你把橡皮还给我吧。安琪拉，你是又写错了吧？想用橡皮，老规矩，不过这次要4块钱了。我的作业可是要写完了，我要回家喽。你到底要不要呢？啥？4块钱？你咋又找了1块钱？卤蛋，你这是超级坑啊！那你买还是不买呢？我买还不行吗？给你4块钱，嘿嘿嘿，又赚1块钱。
写完喽，回家喽。卤蛋，妹妹，快点过来，我有事情要和你们说。芭比，我们来了，你有什么事情啊？找我们两个。来来来，你们快看。耶，这是嘛呀？这个呢，是我刚给你们买的数学练习题。这不是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吗？你们两个要抓紧时间把这个习题做完了，待会儿我可是有检查的哟。可是芭比，我们才写完作业，能不能让我们玩一会儿再做呀？就是芭比，这么多题我们两个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呀？孩子们乖，这些题并不多，来，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做题，我去给你们两个做好吃的。哎，真是的，这才写完作业又被叫过来写练习题了。这些题都是什么呀？也太难了吧。并不是很难，我得抓紧时间写，这样的话我就能出去玩了。妹妹，你做完了吗？我刚刚做完。那好，你给我抄抄你的吧。可是哥哥，我们两个的题目不一样啊，你怎么抄啊？啊，芭比也真是的，题目都不一样。好了哥哥，反正我已经做完了，我呢就先出去玩了，你慢慢做吧。哎，妹妹，哎，妹妹都已经做完了，我一道题也没有做出来。让我来看看妹妹的。哎，有了，妹妹的试卷上没有写名字啊，我可以在妹妹的试卷上写上我的名字，再把我的写上妹妹的名字不就行了？反正芭比又不知道是谁做的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出去玩了呀。对，就这么做。这两个孩子怎么这么大的差距啊？一个100分，一个0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芭比，我们回来了。可以吃饭了吗？饭是做好了，可是妹妹，你怎么搞的呀？你哥哥每道题都做对了，你可倒好，竟然一道题都没做，得了0分。没有啊芭比，我冤枉啊，我可是都写完了才出去玩的。我怎么会冤枉你呢？你看你这试卷上面还写着你的名字呢。哎，这不是我的试卷啊，这是哥哥的题目，而且我没有写名字啊。芭比，这是哥哥的题目，不是我的。不，就是你的。芭比，你别听妹妹胡说啊。你们两个肯定有一个人说谎了。Hi guys, please give it a big thumbs up down below this video. Subscribe my channel. Love you.